光芒本門是 C114 不是有球線的，我也說 C114 這個條例可以開打手的魚光芒本門突然間由光去防光芒本門上來Bench 沒有拍球，黃色沒有拍球，不是這球，另一球，這第三節的藍色要來得了，我明白你是我是好四場啊，幾年冇打啊！呢、這個黃色，上一場已經唔知幾多時候打過。33-15啊！炒八八板入，八八板，冇加十。準啊，好準啊，有一打。喂，唔係啊，係個框問題，喺邊度移啊？佢都唔好打內線啊，打呢個中腿就得啦，喂。長啲啦，阿肥子啦，阿只子啦。快啲上高。3-9。再嚟3啦。色個 number 唔知幾多，我個 number 其實唔知係6號定咩？輸啦！輸啦！甩色啊！你個 number 甩色啊！9號唔係甩色啊，係佢個哇！白痴線同頭先白色嘅人點色咁樣設計？哦，真係。一喐咧，佢係冇 number。2號俾。睇鬼！呢波三次計，一係傻咗度。我考慮，球證嘅。個球例唔係應該前後都有 number， 點解啲成日都會有啲球？係，但因為而家啲人嘅發展得太快啦。三比人。今年應該唔俾佢哋球啦嘛，叫逼佢哋掟波三。係啊，起碼掟咗波三。你唔知點樣設得切？因為而家設波做波衫嗰啲太任你設計啊！你中意咩顏色咩字體，完全任意組合啊！所以就變咗咁亂咯。佢電影係 first choice， 跟住冇，跟住 second choice 就係 second。好像畫到自己，他心不到。白色那對，都沒試過同任何對手打，沒出現沒火花的，上面都有火花的，上上都是，是啊，很多張，很多張，還有很多張，即不適宜在我們打的，我應該趕走了，又不是的，有時候看到打架都好，太悶了吧，這裡第一次就是不是水晶袋看到水晶袋看到水晶袋那麼不知道勁痛啊，哇3-883-3他是拿了6分10-6真的是
十比六啊，你知啊？我食嗰次啊。夠先啦。入啊！入去啦。咁樣問一價，千六蚊。我睇住啊，揾多個，揾多個。投一投。揾多個邊個？唔知。去多去多去多。高度就贏曬啦。上山嚟啦，條女冇分別過。前咗出價。我即係我嗰啲。好好喎，一黃三後。阿時好。十一幾六。O K 啊，我覺得要固定嘅。唔係啊。揾啲新嘅咪得咯。十一分，你揾到新嘅咪得咯。Thank you.
八、七、六、秒。系好波。第一節完17-9，黃色領先。